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全形态软胶。啊，今天要来介绍欧布的 TV 形态软胶啦，就是这支三个形态。那么就先从三个里面最先得到的这个形态说起吧。来，先来看这个欧布爆炎形态。这个欧布爆炎形态就是，因为没什么软胶买呢，所以就买这个，就来买这个爆炎吧。之前买乔尼亚斯的时候也是想买啊，但是又黏黏的那些软胶。不过我买了这一支就没有了，没有脱色，脱色。脱色的话是不用担心啊，就只是它的脚啊，还有它就是黏黏那种啊，就是爆炎形态。这是玩具反斗城那里是卖很多了，就只是全部都太黏了，就这一个是幸免的咯，给我找到又不会怎么样。这个就是欧布系列02号的，下面都没有写，就只有写在那个重光那里了。哇，还有这里它真正皮套这里也是没有颜色的，都一般的，就它这个跟皮套一样咯。那么先来看这个头部，这个头部呢就是有点黑黑一粒一粒，是那些灰尘的了，就是太久了，它就是有这些黑黑这样子，不过摩擦就可以磨掉了，慢慢在那磨。这个爆炎形态也是融合了梦比优斯和泰罗的力量，所以这个黄色就是黄色就是梦比优斯那个条纹，不过是它这个燃烧形态的了，啊，就有泰罗的脚，就是梦比优斯这个红色的，黄色的能量，就是这样子看呢，也是有，就是那个脱那个它的软胶脱到那样，还有这个眼睛这样子，要酷，它侧面是这样，啊，至少幸好，至少它这个白色这一肩膀是有了，就是到这里是没有而已，哇。啊，这个是真正皮套也是这样的，所以就不用去讲它。那一样，它在黑色没有涂上。啊，下面这个其实是更美的，就只是没有那个而已，就可惜。还有这个也是到一般而已的，脚这里而已。好，剪掉。就是它这个手，就是手看起来好像很小嘞，应该是它那个纹路太少了吧？这个纹路这样多了，这个这样少。然后我之前一直以为按那个就是欧布的全部形态就只有这个形态是没有黑色的，之后买了软胶才看到，才注意到有，它就是喉咙跟它这个这里有味，剩下的都是正常这样，就是它黑色好像很多余了，就是很不搭了有点，就是它的这些颜色黄啊，这个算金色了，金色、白色、红色都是比较亮眼的。就是多了这个黑色就很奇怪。好，站在这边。OK， 再跟这个重光在一起，哇，两个形态得到了，就是两个形态的那个得到新力量的那个形态。然后这个就这样了。好，再来看这个第三个形态啦，就是欧布的速度形态，疾风形态，这个是融合杰克奥特曼和赛罗奥特曼融合而成的。哦，这是疾风了，这是完全没有看到杰克的那个要素在里面。然后这个大部分呢，黑色就是跟欧布原生这样的了，还有黄色。这个疾风形态是我买的这三个里面呢，颜色最丰富美满的了，就是最接近皮套了。然后我买，这是买的这个软胶那个吊牌呢，是新的啦，这样子的，再做过新的了。因为像那样子正常03号这样的嘞，就是软胶有一些问题啊，反正都是一样啦，就不一定要欧布的嘛，就换这个啦。50多号我好像是没有啦，所以我就买一个这个啦。哇，主要重点是它的脚又开很大就可以站了。哇，还蛮惊讶的，可以就是欧布这个型，欧布这个软胶是很久嘞，它那个吊牌就是这样的嘞。就是脚还可以开很大，而且不会脱色这样子的，就是有，就是比较多的还是脚是歪的啦，不对称的啦。它这个就是很多二维码在这里网址啦，然后就51号，穷光是49嘛，48是那个杰德，
就它就是 OPPO TV 是在前面的，然后那些智勇三皇又在40号，剧场版好像他没有在做过剧场版。剧场版的是欧布系列06号了，我有看过人家开箱，啊，就是在做过这样子的是没有看过了。剪掉这个吊牌呢，就比较好拿了啦。就是后面这个黑是完全是一塌黑，然后这个下面就是涂了一点点，啊，这个肩膀就是很那个比较分开，就是看这样看有没有感觉到赛罗的元素啦，反倒感觉到赛文的元素。诶，这边有个线条，它只是涂得很奇怪，它颜色不是跟线条一起涂的哦，就是上半身颜色虽然没有很多啦，但是它是皮套是这样子，它是这样的，它不像豹眼形态，就是下半身这里是没有的，就是很看到很那个荧光啊，太红了，这个下半身就完全是黑色了，毕竟。啊，不过毕竟它是皮套也是这样子，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啦。这个腿这里就是跟这个欧布原生是一样的，欧布原生一样，差别不是很大了，就是多了那个蓝色，还有赛罗的元素进去。哎，讲真，其实也没有很大差别啊，就只是把赛罗的元素加进去而已，就变成欧布疾风了，没有杰克，杰克是那个。武器的，它这个头啊，这个飞镖就是比较那个了，就是它这个缝隙很容易藏那个污渍那些，你看它是黑黑的，很难去清理啊。这里还是有一点点，就是飞镖这里，哇，这样，动动一下这些，就这样了，这个。欧布前期的三个基本形态，欧布前期三个形态是这只啦，这是普通的光线型，然后这个不能说是力量吧，这个看在它的是弄火球啦，然后很像风暴这样，看它火可以扑灭庞顿的火，就是算它超能力型咯，这个就是速度型了，所以是基本的光线型、超能力型，还有这个速度型。这三个形态有光线型、超能力型、速度型，少了一个力量型。那么接下来就来介绍可以算是欧布的 TV 里面力量型的一个形态，就是这个暗耀形态。这个暗耀形态就是，一开始登场的那个外表这样壮壮，就是很明显是力量型啦，就是那个肌肉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剪开吊牌看看。这个欧布暗耀啊，他这个脸做到是可以啊，就只是他这个喉咙，你看没有景象呢，肥肥一样的，跟这个原生你看原生比起来就是瘦瘦的咯，他就是肥，重点是就是看这个手一起哦，你看，就是高度一样的话是还可以啦，就是没了，就是因为他上面这里那个肌肉肿肿，所以就是弄到他的这个景象就没有去，没有景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腰部这里，哎呀，他的腰部这里就是很那个很瘦，你看，这个脚这里就是有那个肌肉满满的嘛，然后呢，就是到腰这里可以转的这个腰这里呢，就是很瘦小了，就是我不喜欢这一点，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然后上面这边就是满满的肌肉，这里就小小个一条线，他的腰部。到脚嘞，脚到脚这里是满满泰坦斯这样了，脚还是开很大，还是可以站，就只是他的腰部太小了，你看，这样子，他的上半身就是很小这样子的，就是下半身这个腿部很大，上半身很小这样的，就只是凸起来这样子，然后颜色也是一样这样，就是有那个线条啊，就是贝利亚的那个。贝利亚元素在里面嘛，是佐菲和贝利亚的。看佐菲那么辛苦去战斗的，到了荣耀勋章，到欧布这里，只要有他的元素就可以拿到这个勋章，不用给的。能量的颜色是红色，黑暗的红色。好了，贝利亚的眼睛，哎，这里怎么黑黑的？不用紧，管它。后面的话就是除了这里，就是剩下面色，这是脚。
就是啊，它这里就是有那个啦，线那个肌肉的那个折痕这些的，啊，屁股这些这样子的。我猜下皮套啊，这个旁边这个尖凸出来这些应该是填充物了，就是空气啊什么气球那些厚厚的。啊，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啊，这个也是蛮一样啦，就是。它是没有写了，第一个麦的那个软胶形态是一样的，这是才有写，然后后面这些都没有写，上位一体应该有写啊，它毕竟是写剧场版里面的，嗯，然后就是佐菲跟贝利亚力量，它欧布的这是有这样子的，它新的这个也是有啊，新的这个也是有，只多了号码而已。好，现在是对比时间，第一个来对比的嘞就是这个爆炎形态，啊、嗯，虽然我。大部分对比的都是这个啦，嗯，哇，这是泰罗的脚，他的脚是一样的，完全是拿过来的，除了一通红以外，就是他的脚。那么第二个来对比的呢，就是这个赛罗，嗯，就是对比这个疾风形态，哇，它的蓝色是就是赛罗元素啦，它的那个融合欧布形，它融合赛罗的那个标志呢是那个陀标嘛，就是智勇形态也有嘛。就是两个陀标，然后它融合器那个欧布里面那个陀标都是这样子的咯，小小个的，就是那个陀标飞赛罗的陀标拿下来的时候那样子光头那样的短短的，他的眼睛就是一样欧布的啦，智勇形态那个眼睛还是赛罗的，然后这个疾风呢，还有第二个好对比就是这个他的后背阿尔法终极啊，就是嗯那个陀标。陀标呢？陀标就是阿尔泽塔的比较小啊，就是有那个赛罗的那个标志性啦、啊，嗯，就这个捷德啊，刚刚好也符合那个剧场版的站位呢，就是他这个有点瘦小了啊，就是这样啦。这个欧布的 TV 形态、TV 全形态站立，后面的那些智勇形态那些我是不懂诶。那个剧场版形态的话，因为看有我肯定是有看过他软胶嘛，就是他那个右手放着武器，那个右手好像很厚很大条这样啊，很不对称。左边手好像看到比较小只，右边手又看到很大只，我就不是很喜欢。看玩具反斗城有卖先啊，有卖的话就买，没卖的话没门咯。啊，好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订阅了，不要忘记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每次更新，你们也不会错过。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